大早，在上海世纪联华仙霞店收银台上，刚刚到货的无纺布购物袋被挂了出来。一些原本要买塑料袋的顾客决定买两个先试试。与塑料袋一样，无纺布购物袋也分大小两种规格，大的1.5块，小的卖1块。搞点十种啊，可以，1.5块一个。那我可能会选择自己带，因为毕竟成本上去了嘛。哎，居家过日子。事实上，限塑令实施10多年来，不少市民早就养成了自带环保袋的习惯。自家带那个，塑料袋有一转回去还是丢掉，不是钞票丢掉了吗？塑料袋还要3毛钱呢。我家里这个袋多了，就东西多带2个，东西少带1个。卖场里用于散装货品包装称重的连卷袋旁，设置了提醒顾客按需取用的告示。而在家乐福，对于不愿意购买购物袋的顾客，有条件的门店将免费提供纸箱、胶带、绳子等供顾客打包。如果消费者他不愿意买购物袋，那我们也可以帮他提供打包服务。如果连这样他都不愿意的话，那我们就建议他网上下单，我们可以帮他送到家。